北区的浩德公园，透早是传出着阵阵的些笑声。选前最后一个超级的礼拜日，市元旦一顶，甲这时间来给小朋友选择来举办的泡泡派对，甲庆祝来动咯。选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哈，那我们不想要用传统的方式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舞台给我们的孩子哈，让我们孩子玩得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哈。那我想怡真在议会也长期都是关注教育议题，担任议员12年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育委员会，也争取了很多的教育经费，超过了3.8亿。最重要就是希望提供给这一个孩子给更优质的成长环境跟空间。那我们会继续努力。尽管活动是闹热个欢乐，但是对着台市这回选情是相当的冷，但一定甲陈廷辉是相当的欢乐，因为选情冷，对着投票率是唔敢来预估，所以讲候选人是神经病加安，现阶段这当鼓励着民众踊跃出来投票。然后呢，希望未来可以跟大家一起为我们的教育做更多的事情哦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，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，我们不想就是。在这个超级星期日还用很多选举的方式，我们是用一个让所有的笑声，所有的空间都留给小朋友。伊即场即个泡泡派对搭配着准备来开始比赛世界卡球比赛，嘛举办着小小世足杯即个卡球闯关活动。伊个专业个教练指导着小朋友设计着五个关卡来做着比赛，现场阁棒米棒、甲棉花糖、甲芭布冰，以及即个鸡蛋糕等等小点心，互小朋友有通耍个有通食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带来采访报道。